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今天玩的还蛮开心的，玩了一下那个大榕树和坐了马，也有点饿了。等一下和那个老谭还有广西翠姐到那个农家饭去吃一点饭，现在马上去那个船上去吃一点饭，到这个船上来吃。小翠介绍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好啊。我自己来。可以。看这个鸡好不好吃？黄焖鸡哦。土鸡不？这个番养的鸡不？那试一下了，吃了。还可以吧？可以啊，这地方好吃啊。这土鸡肯定香一点是吧？嗯。山羊的鸡最好吃。他那个我们纸巾是吧？纸巾啊，没拿。等下他过来是吗？你们村这里，它也是个旅游了是吧？对啊，也算个旅游点嘛。里面有个龙潭古寨，也是个景点来的。然后那边有个码头，龙潭码头。那你们村应该都挺富裕的哦。没有，这都是私人老板承包的。这个还可以一边吃饭一边钓鱼。哪天加个钓鱼竿过来一边钓鱼。啊。是啊，前面有好多人在钓鱼，好多那河边鱼。我来帮你打吧，帮小翠打就得了吧。我自己来喝呀，不用客气。一个鸡一个菜够不够？不够加就要炒两个菜。够啦。小翠，你们家里种果吗？种了。我是不是要不要种啊？种了点那个莴苣。种的不多吧？有几亩。那还可以啊。种太多很辛苦了。没办法呀。又种不了什么钱啊。反正那个沙糖橘不要种了，种点莴苣那些还好点。我们家没种，就种了莴苣。沙糖橘也挣不了钱。去年挂果了。去年第一年挂果啊。那今年就国产了我。可能吧。来，我帮你打。我这里。这个木头饭哇，来老谭，我马上到了，我去了，你吃稀饭。那你种果子，一个人也忙不来呀。那没办法，有。忙不过来，有时候叫我那个我姐他们，他儿子他们啊，一起过来帮我一起做。那你爸爸妈妈呢？爸爸妈妈他们身体不怎么好，都帮我带一下小孩子的。带小孩。一顿种那么多谷子也蛮累，如果是两个老人又老了啊。是啊，他们做不了什么的。还出去打一点工。上点班。你这边上班，你还工资挺高的。不高。旅游景区。不高，我们这边工资好低的，2000多块钱。
它旅游地方应该高一点。不高。这样的。我们这边消费高，但是工资都比较低。应该有提成之类的吧？提成高吧？很少的。这粉干蛮好吃的，这是买的还是他们自己的？自己晒的。真的挺好吃的，还可以啊，下次。那我来帮你咬吗？不用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今天相亲还蛮顺利的，现在已经吃饭吃饱了，要赶着回去了，因为我还有个牛，也快生小牛了，所以现在准备回去。这里的风景还蛮好的，农家小院。